了 AI 的被动技能，每两次普攻都会形成一个透明泡泡环绕自身，泡泡达到三个时候就会自动上色，并且加快旋转速度，对小兵呢不会造成伤害。但是碰到野怪和英雄，每个泡泡都会大概造成 70% 攻击力的伤害。一技能跳向指定区域造成伤害并把目标聚拢。二技能加快下三次普攻速度，并且第三次普攻对前方扇形范围内造成额外伤害和眩晕。大招弗雷亚张开翅膀对周围目标造成伤害，并根据命中英雄增加一定量的护盾，长出翅膀后可以提升弗雷亚的攻击力和双抗，持续10秒。连招顺序，攒好三个球后提前开启二技能，然后一技能跳过去落地瞬间开启大招，然后疯狂普攻，三下普攻后按石化或者振奋后接着普攻。好，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弗雷亚的装备。首先做无尽对决，无尽对决呢是大多数战士的第一件核心装备，像什么就说这个弗雷亚对吧，莱因诺克啊，什么马尔提斯，还有之前达姆斯对吧，还有什么拉普拉普或者阿尔法，甚至蓝斯忍者，第一件都可以做无尽对决，这件装备还是蛮通用的，所以说弗雷亚不例外。第一件先做无尽对决，伤害高，然后有续航，还有加速，还有回蓝对吧。然后第二件我是喜欢做回蓝鞋对吧，弗雷亚二技能一技能还挺耗蓝的，你可能用不了几次就要回家补蓝了，因为战士的 buff 也没有回蓝嘛，而且这个版本弗雷亚你也不可能带猎杀，所以说我个人呢是喜欢做回蓝鞋。但是你不喜欢做回蓝鞋的，想支援快的做神速鞋也可以对吧，攻速鞋也行，你想做防御的也行。弗雷亚对这个鞋子呢并不是需求特别大。CD 鞋的话啊，关于 CD 又好讲一下，弗雷亚前期呢并不需要吃，并不吃 CD， 后期可以吃一吃。就我这套装备呢，第一件无尽对决是 10% 的 CD 对吧，最后一件末日女王之翼也是 10%， 就 20%， 然后战士可以加 15%， 就战士的那个 buff 可以加 15%， 刺客里面带 5% 的，这样就可以凑满 40%。 为什么后期需要一点呢？因为他那个大招是可以持续10秒钟，刚好10秒钟左右的时间，然后 40% 冷却速减解满之后呢，这个大招冷却时间是 10.8 秒，也就是说你可以每时每刻都保持着你有一个大招的状态。大招的话就自身可以加很多属性，像攻击力双抗，所以说我们就不需要做双抗。然后的话我们做一个暴击刀，暴击刀的话是 25% 的这个暴击率，然后天赋里面还有 3.5%， 这些 3.5% 现在不算它对吧，就算 25%。 然后弗雷亚的二技能三下普攻就可以打三下，那晕完之后肯定还能打到第四下对吧，那么算四次普攻，那么只要出了一次暴击就按平均来算嘛，25%嘛，就四次里面出一次就差不多可以秒人了。所以说我是觉得第四件的话就一个暴击率就够了嘛，第四件做猎魔巨剑就可以了，就是你站撸一些战士啊或者一些坦克的话比较好受一点，因为你出血色魅影的话就只能打脆皮啊，当然对面如果就不是很肉，就战士坦克都比较少，就只有小脆皮，那你就出这个血色魅影，然后天赋的话也可以更加点暴击，这个就看情况了。就第四件喜欢做血色魅影的点血色魅影，喜欢这个猎魔巨剑的出猎魔巨剑，因为猎魔巨剑它还有个除了百分比伤害它还有个增加吸血的嘛，因为弗雷亚毕竟也是个战撸的，就看对面阵容了，对面战撸多的你就看一下怎么说对吧，看阵容。然后这个第五件的话做绿刀啊，顺风的话直接做绿刀，然后逆风的话可以先把这个末日女王之翼做出来然后再做绿刀，顺风的话就先做绿刀再做末日女王之翼啊，因为大招已经有双抗加成了，所以说双抗没有必要做，一件这个末日女王之翼就可以了。 40% 血以下之后非常的硬，然后还可以增加吸血，是一件非常不错的装备对于弗雷亚来说。然后的话我们来看一下天赋，天赋的话就带刺客，就是物理攻击，然后物理穿透和这个孤立无援，这是有比较通用的。第一行不点冷缩呢是因为战士是 15% 嘛，就加上来已经够了，就到 40% 了，就已经超了就已经刚好达到点那个就超了。然后第二行的话你要是想出血色魅影呢，你可以点暴击率啊，通用的话你就是点这个穿透的，就是你想出血色魅影的话，就是你后面如果想想哎看到这种想出血色魅影了，那你前期点的穿透也是伤害高点，所以说没关系，技能吸血就不需要了对吧。然后主天赋点孤立无援就可以了，就增强秒人能力。好，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弗雷亚克制的英雄啊，跟那个莱因卢克一样，我用的同一张图，就不用省得我拼了，就三种没有位移的小脆皮对吧，雷拉、奥黛塔和赵云，或者说类似于他们的，就是跳过去就直接死。然后是这个克制弗雷亚的，克制弗雷亚英雄还是蛮多的，就不止这三个，只有三种类型。第一个类型是纷争流的，除了安卓拉之外还有这个天使，就是
拉斐尔，还有这个哈利啊，哈利是比较经典的，能克制这个弗雷亚的分针流英雄，这三个是分针流的代表。因为弗雷亚他身上的晕只有一个，那就是二技能的那个第三次普攻的那个晕，他的一技能只是稍微位移一下，他是没有眩晕和减速的，所以说你弄上去之后，哈利直接二技能跳走，或者天使直接二技能跑走，都是非常针对你的。安祖拉也是，安祖拉只要一次一技能放出去之后，他的移速就比你快，就他们三个你连跳过去之后一下普攻都打不到，更别说第三次眩晕了。然后第二种的类型是，就是狼人，就是站撸能撸过弗雷亚的，就是狼人这或者猴子，也是打弗雷亚可以比较好打的。阿格斯不算，虽然说阿格斯开大招无敌，但是我弗雷亚上来一套，你基本上就能直接把阿格斯大招逼出来，然后一逼出来我就走，哼，等你大招没了我再追你，问题就不大。所以说狼人的话，因为他那个你要跟他站撸，其实狼人是撸得过你的。然后你想逃，他二技能可以加速，可以追过来。如果狼人撸不过你想逃，他可以变人一个位移，然后一技能攻风筝你一下，因为你毕竟你的位移只有一段嘛，你跳过去之后想逃或者想追都不是那么容易。所以说，你真要跟狼人打，还是需要点经济的。如果没有经济压制的话，很难跟狼人打得过。然后是第三种是就是控制流，还有免控的，就熊猫，然后马尔济斯、周。这三个最明显，就他们除了有长时间的控制之外，他还有免控，对吧？像马尔提斯二技能一直转转转，而且呢二技能跳完之后还有第四下，你一技能跳过去之后，他可能直接就跑了，然后可以反打你一波。马尔提斯队长也是很头疼的。熊猫的话，熊猫和周就不必说了，对吧？然后是这个弗雷亚的最佳搭档啊，首先安祖拉那肯定是不用解释的，就所有突进型的英雄，安祖拉都是他们最好的伙伴。然后绝绝和冰女这两个都是单点控制的，就是绝绝拉到了之后，就可以算好时间什么时候拉回来，对吧？他什么时候到边缘拉回来，就是直接跳上去打一套，直接可以秒。冰女也是一样，冰女就是在那种刺客打中单的时候，像什么这个兰斯洛特啊或者忍者啊这种英雄就打中单的时候，那么肯定需要一个法师嘛，对吧？那就冰女跟弗雷亚走，然后另外一路的话就是坦克和 ADC。然后，如果法师走中路的话呢，那你就弄个辅助绝绝这种和弗雷亚走就比较舒服。好，然后我们进入实战教学吧。好，首先呢，在我们开始这场比赛之前呢，跟你们告诫一个事情，不管我这场比赛打得多么好，还是为什么我这场比赛会打得多么好啊？你看着肯定会打得很好的，对吧？不管我这场比赛，对吧，弗雷亚有多么的凶猛，但这终究是匹配。对吧？我不推荐你们，还是不推荐你们弗雷亚拿出去在排位上用。他再怎么强啊，我打再怎么强，就可能稍微比赵云、阿格斯、阿尔卡多这种稍微好一点，但是他并不足以上，就是史诗以上排位，具有班位的排位，并不建议上，对吧？史诗以下排位随便打，匹配随便打，还是很凶的啊！认真打了，人家有配合打了，还是不建议。这把呢，对面是有猴子又有狼人，两个打得过我的，战斗打得过我的，所以我们就带个振奋，不带振奋是根本没得打，对吧？然后如果对面比较灵活呢，就推荐你们带石化，啊，就推荐这两个，或者想带闪现也行吧，啊，我觉得可能石化和振奋更加好一点，别的技能就不推荐了。然后我们一个人走上路，好像很开心。就别的我做别的视频啊，像上一期莱因洛克对吧？排位上我还是就是自己也在用的。然后牛对吧？牛就更不用说了，强势英雄，星梦也是都在班位上上不下来。但是这个弗雷亚呢，推荐你们排位的时候慎重。二技能开起来，这边 A，这边爱丽丝过来，我觉得能打过啊。这边猴子，再见。这边狼人二技能开一下。晕晕晕，跳过去再一个晕，哎，可以，爱丽丝这边配合我获得一波双杀，这波就美滋滋啦。狼人和猴子的这个发育都受到限制，再接下来跟他们打，我可能一个人单挑一个应该打得过了，对吧？这首先就是个压制了，就已经有一个小小的压制，但没有很压制，对吧？狼人其实经济只要比你落后1000之内，啊，在两个人手里都有一个振奋的情况下，是没有问题的。这种情况杀不死他，就先用这个。哎，这边狼人跟我搞，直接开启大招，加个护盾，可以 A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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打不过的，我们带个级再过去 A。
走。就刚打猴子的时候，你发现我没有开大招，因为我知道秒不掉他，就先用二一连招消耗一波，二一 AA 先消耗一波，能确定杀了之后再跳大招。这边狼人过来就送死。哎，哥哥，我错了，错了，错了，错了。可以啊，三个猴子，三个棒敲过来，有点头疼，头都被敲烂了。没关系，就如果你对线，就是其实弗雷亚走上路比较好，因为射手一般都在下路嘛，对吧？然后如果对面有什么凡尼之类的，凡尼大概率都在上路，就是也就是我们的下路，对吧？就不会跟凡尼这种打不到的英雄碰在一起，就比较舒服一点。就有后排这种脆皮在后面的，有二技能一技能就上去打一套，就基本上半条血，对吧？然后下一次就可以杀他了。因为你一开始装备不够，一套可能秒掉，就这么个意思。走，拿了个 buff 走。前期其实要不要 buff 没关系，但是我这边都拿到三个头了，不给我 buff 说不过去吧，对吧？我是队伍的核心输出点啊，是不是？啊，这边来打个钱多多。就其实那个啊。就攒球的问题啊，跟你们说，哎，这边狼人先看一下，这边我们先等一下，大招开起来，哎，我的，刚刚我就有预感被他抢到，果然是被他抢到，我大招开早了，我本来想大招就顺便把秦多多抢一下，这个有点尴尬，骗了我个大招，抢了我秦多多走了，哎，这边猴子，哎，我们来切游走了，哎，我感觉我要死了，不是哥，狼人跑得很快啊。他开了二技能之后，你看像疯狗一样的追不上啊，逃不走，主要是被包了。然后猴子我也不知道打的是哪个假身，我就打了一半去打尤朵拉了，没判断好，没关系，我们到我再来，没关系，问题不大，问题不大。看总人头，我们四比二是领先。哎，防御塔没，刚刚那个钱多多被抢走，有点伤。就那个攒泡泡，你前期可以注意一下，就打完小兵之后，爱丽丝死了，没换掉。然后我们跳过去，哎，这个狼人还很灵敏，对吧？现在球球攒完之后，他那个因为碰小兵是不会碰的，然后这个时候去秒人就比较舒服一点，就多两次普攻的伤害，对吧？我们算一下吧，就是一个球是 0.7 的普攻，这是我大概。就测出来，有时候是 0.7， 有时候 0.73， 反正在这中间浮动，反正算在 0.7 吧，对吧？那三次就是 2.1， 就相当于两次普攻伤害，也相当于一次暴击，就这么个左右伤害左右多一次，两次普攻。哎，这边有朵拉，你想来抓我？这次不一样了，哎，跳过去大招直接开起来，哎，再见，再见，再见。还想来抓我？你这个人也是心大，朋友。Can you resist my knockout blow? 就是这个关于这个连招顺序啊，就是二一三全部开完之后再 AAAAA 呀，这样就一直 AAA 就一直普攻啊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哎，这边我们看一下，先把这边打完再跟你们说。这边我们看一下，等猴子分身交出来，大招开起来互动比较多，主要技能开起来跟你 AAA 再一下两下带走。好，这边我跟狼人，我要开个阵缝给你 AAAA 死，这边爱丽丝一个球，好收掉。我不开阵缝可能就被他搞死了。你看他其实我这边经济肯定是比狼人高很多的，但是他跟我单挑起来是完全不虚的。我这边我感觉有朵拉死定，我感觉哎，他这个大招啊，爱丽丝要死。哎，我刚刚说这个大招被我晕打断了，结果又来一个头疼。尤朵拉，我记住你了，刚刚那一次给你的教训还不够是吧？还不够是吧？没关系，慢慢来。就他那个，就说一下那个连招啊，就是跳过去之后就落地瞬间开启大招，反正你就大招然后马上按普攻。如果你说哎，你第一次普攻按了之后再按大招就慢了，对吧？因为他那个大招之后是可以增加攻击力的嘛，要一气呵成。当然如果你说不小心，对吧？不小心就是哎，我这话说不清楚，不知道怎么跟你说，不知道怎么跟你们说。反正哎，这边尤朵拉先死了，来这么近啊。我这么说吧，
就是说理想状态下是二技能先开起来，对吧？接下来五秒钟下三次普攻都可以增加的，然后一技能跳过去瞬间落地开启大招，然后三次普攻，这是最理想的。啊，先把这个猴子杀，这猴子肯定死。哇，这个伤有点高啊，这个，哎，这个狼人，你这个人皮，我们先去搞猴子，跳过来，哎，你还跳回来，那你死，哎，但这被我咬死。哎，我被这两个战撸怪打得头皮发麻。这边狼人应该可以死。哦，接着说，就你跳过去的瞬间呢，但是有时候虽然说你这个按键啊是根据我这么按的，但是有可能是第一下普攻打出来之后，然后才放大招，但这些并没有关系，就是只要你有这个意识的，一技能跳过去之后先按大招，然后就可以了。当然你说打哈利这种，你可以先不按大招，不然的话你可能会空，对吧？你先一技能把他那个二技能骗掉，然后之后你觉得他技能没了，然后再上去打。除了打这种有位移的英雄之外呢，就是前期的时候第一次打上去，你说打尤朵拉这种脆皮，那你肯定是套可以秒的，可以放心的上去，就即使你无尽的第一件装备都没出来你也可以秒。但是你可能说打狼人这种人家，哎，这边尤朵拉可以死了，你这个再一刀再见，对吧？直接上去二技能一技能大招开起来，就起码四次普攻是一定会命中的，四次普攻肯定你就死了，大招伤害也是很高的。但打狼人这种呢，他有双控，哎，这边一个 A 可以啊，你跟凡你单挑不存在的。哎，狼人给我发了个这个，我看看这个凡尼会不会，哎，他狼人说什么？艾瑞斯是战神的意思吗？ ARES 是啊，忘记了， ARSE 是战神的意思吗？他是在夸我吗还是在什么？但是他那边带着星号不是在骂我吗？就打到狼人那种，就是战士肯定可能一套秒不掉他，就先用二技能。哎，这边看一下尤朵拉，你要死了，要死了，小尤朵拉过来过来过来，来二技能提前开起来大招，再一刀再见，美滋滋。这边尤朵拉开不开心？哎，这边狼人来了，没关系，不怕他。哎，这边过来啊， buff 先抢到，我们这边振奋给你 A 哇，巅峰对决，别会打不过他吧？真的难受哇！我比他高了三级，他九级我十二级，打起来还这么难受，而且我还开了振奋，我不知道他有没有振奋。这个凯莉，你是找死的，大招开起来 ，AA 瞬间爆炸。我是残血，你就能收吗？谁告诉你的？我刚话还没说完，就是打狼人这种英雄的时候，你可能跳上去一套秒不掉，对吧？先大招不放。一技能过去就可以了啊，打他半条血之后呢，等一技能好了之后，然后再上去开大招搞他。哎，这话我是不是之前打猴子的时候讲过？我感觉我是不是有点唠叨了？哎，头疼，我怕你们哪些错过了没听懂什么。哎，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还挺重要的，跟你们多讲几遍。就一开始上去你就如果就直接盲目开大的话，可能就哎这边你啊跳不上直接就盲目开的话，就可能导致空大。虽然说他大招时间也不是很长，但是想要再杀他就很难了，因为他虽然说大招时间不是很长，但是他通过这么一点时间逃还是逃得掉的，对吧？所以说就这么个意思。大招他不仅仅是这个有攻击和双抗加成，他这个伤害是很高的，就比一次普攻伤还要高，所以尽量不要空。空了的话，你就损失了一大波伤害。而且就很多人包你的话，就用大招很容易形成反杀，这边大招直接开起来，哎，这小狼人这个很脆了，哎呀没秒掉，有点尴尬啊。我先把这猴子杀了，哎，都是两个假身，头疼。这边猴子大招等一波，有大招就上来，哎，大招 AAA 再一下带走，哎，不是姐姐，这个尤朵拉很皮啊，是不是还没被我杀够？哇，居然还要骂我！他这个 node 应该是打错了啊，因为 node 打不出来嘛，只能打 node 了。你这个死了八次的尤朵拉这么嚣张，你待会给我等着。
我非得起码再杀你一次不可，还要说我，还敢骂我，哎，臭小子。然后啊，还有一点很重要，就是你二一技能一定要把它连起来使用，就打人的时候，打兵的时候你就不需要用一技能，二技能你看情况，你想快速清掉就用二技能，不想快速清慢慢打的你就不用按。就你杀人的时候一定是有一二技能两个技能全在手你才能上，对吧？有一技能你不能单独上，因为你跳过去的时候你追不上人，因为一技能它是没有控制的，连减速都没有。有二技能的时候你也不能上，因为你像平平直直的去追过去，人家除非是傻子就站着跟你打，不然你也可能追不上人。所以说杀人的时候，哎，这边下达，哎，我先搞你，大招 A 直接带走，哎，这个希尔达我感觉很脆啊，这边开一个振奋直接给你 A， 我感觉三杀了，哎，这就美滋滋，哎，这边四杀，哎，好吧，哎，那这个狼人我也不想杀了，本来狼人出来还有希望搞一波五杀的，小尤朵拉，你站在后面输出就可以了吗？你只要在我的一技能范围之内，对吧？那就大家注意一下，就是别人一般来说 ADC 就普通手的 ADC， 对吧？就像怎么说呢？就拿这个花火举例子吧，花火对吧？他就不靠弹射能打到你的这个距离，你差不多一技能也能打到他。哎，这个你死了呀！尤朵拉可以啊，又杀了你一次。哎，来打架吗？来，我谁都不怕。哎，你还开无敌让他走了，这个下达我怎么感觉这么脆啊？这边跳过去二技能，哎呀呀呀呀，错了，我是二技能没提前开，对吧？刚刚那一波即使非常的顺风啊，这是一个比较顺风的局面了。虽然前期稍微有点难受，但是后面被我发育起来了。一个比较顺风的局面，但是如果你二技能没有的情况下不在手，就没有提前开起来的情况下，一技能开过去你是完全追不上人的。这就是我想说的，打人的时候你一定要把一二技能想象成一个技能，不然的话你根本杀不死人。这是玩弗雷亚非常一个非常重点的地方。错了，别大招，想反杀一波，能换掉一个走了。哎，这边尤朵拉我还想杀。刚刚急了，太急了。其实我不用交那个一技能，就把他们都杀了之后啊，用一技能跳走就可以了。然后我就急了，想一技能就赶快算一次伤害，想把你秒掉。然后秒掉之后嘛，那我就逃不走了呀，就没有一技能就逃走，我就想接着上。那我只能接着上，又没办法。那然后又把技能刚好一个电我就没了。头疼。又让他杀了我一次，不行，我要做这个最后杀他的人。你赶快复活！哎，你们别把这个家推了呀，推了我就不能报仇啦！别，猴子来加油，清个兵，怎么样？清个兵怎么样？狼人也跳过来了，啊，我们走。爱丽丝死了。其实我也之前一直觉得。有弗雷亚没什么用，但是现在我后来有一天去玩了一把，觉得还挺好用的，就是比那些阿洛卡托阿格斯这种就比较好用一点，因为它有控制，就而且它爆发也挺高，就一套能秒人。哎，尤朵拉，朵朵，我来了，不要怕，二技能开起来一个大招，不想按大招了，直接死了。哎，你还扣了我半条血，有点凶啊。这边我们看一下，去杀这个猴子啊！等狼人来了啊，开始大招跟你 A 走你啊，直接哎没死啊还，哇这么肉的吗？但还是没完，这边四个都死了，应该是，哦刚刚有点忘记说了，就狼人，就当时我不是十二级他九级嘛，我还开了个振奋，哎我不知道他有没有开，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我还差点没打过他，啊可想而知。狼人战撸能力还是很强的，战撸嘛又不需要什么技术啊。虽然说我好像没大招啊，因为我大招之前打前面，这边希尔达看能不能杀一波啊，直接水晶爆了，那行。
MVP 啊，其实就并不是说这是顺风，所以说我爆发就很高啊。就弗雷亚他爆发确实还不错啊，确实还不错。我之前就觉得他是个下水道英雄啊，但是现在呢，感觉看起来还可以，就玩了好几把。我排位玩过，排位玩了两把，排位玩了两把都输了，就不想打了，都输了就不想打了。但是并不是因为我的问题，我还是可以秒人的，但是我也只能秒一个啊，所以说。虽然说不是我的问题吧，但是比如说如果我玩个别的英雄，就比如说我玩马尔奇斯啊，对吧，或者玩别的战士，就可能会比弗雷亚好一点，就可能有翻牌希望，或者说我前期拿到人头了，节奏可能会带得更好一点，对吧，我是这么个意思。所以说弗雷亚还是就推荐你们拿去打排位匹配玩一玩，爽一把就可以了，对吧。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我们那个上一期的这个中奖玩家，上一期的中奖玩家呢，就是这位啊，名字有点难念啊，我就不念了。答案呢，其实并没有固定答案，这边反正看着合理就行了。大铁怪，然后艾瑞希尔，那个古尔德、李顺成，还有嫦娥，对吧？大铁怪是那个小女孩做这个大铁怪嘛？然后有的人说什么，我看所有评论我都看了。那个有的人说什么大铁罐它本身就是大铁罐，小女孩只是待在它身上的，又不是小女孩打伤害，所以说大铁罐应该不算。这种咬文嚼字的其实无所谓，因为就是都算你们对了，但是就是我抽到哪个算哪个，好吧，就基本上我心里想的是这五个。其实讲道理，我一开始啊，他这边还说对吧，人马是一体的，应该不算坐骑。一开始我根本没想这么多，你们真的是很皮。我一开始我根本没想这么多，一开始我在想坐骑的时候，我自己是把人马算进去了的。然后我觉得啊，你们这个说的很有道理啊，人马是一体的，不能算坐骑。那对吗？强森是变身，应该是也算是一体的。那强森我本来就是没想算啊。还有的人说，安祖拉可以到处骑人，安祖拉只要开大招就有坐骑。我看见有人这么说，对吧？也算你们对，都没有关系啊，就是一个娱乐性的问题，并没有什么一定要。标准答案怎么说，那肯定是大家说的都有道理。我抽奖呢怎么个抽的形式呢，我就是先把所有评论全部加载好，然后就手机滑，对吧，滑到哪个算哪个，就是很快速滑，然后大拇指点一下，叮，点到哪个就是哪个啊，我就是这么抽的。那就恭喜这位幸运观众了，恭喜你中奖，可以任意挑选一个普通皮肤。然后这一期的问题呢是，游戏里面除了弗雷亚有翅膀英雄有几个，因为我也没有在弗雷亚的背景故事中找出什么好玩的东西啊，所以说还是这种问题吧，也比较好玩的，听你们回答也挺有意思的，什么安祖拉可以到处骑人，还有什么变人马是一体的什么，挺好玩的啊，没关系，你们就回答吧，大多数接近的答案就我抽到了就算是对的。好，然后我们接下来再来看一把带石化的。好，这一把弗雷亚呢，我用的是这个紫色的这个皮肤啊，我觉得紫色这个皮肤它这个刀很长很帅，然后它那个就是这个皮肤可能就是比较帅嘛，然后那个杀伤粘性就胸比较大，是吧，我可能还是比较喜欢这种黑暗系的，就更加帅一点，就是那种还有一个那个叫什么什么角斗士啊，那个是真的丑，我的天，那个是真的丑，就银色的，跟那个赵云的那个什么银枪骑兵应该是同个系列的，那个是真的有点丑，我也没买。然后另外一个抽奖的那个也挺好看的，但是呢买不起，是吧，这个特效没有那个沙滩田径好看，沙滩田径那个球它会变成蓝色，这边它就是黄色，也不变个紫色，变紫色就比较帅。我觉得就是对吧，如果有什么游戏策划在看我的视频的话，给你们提个意见，就你们如果想要加强一下弗雷亚，毕竟还是比较弱的一个英雄，咱先搞一下这个安卓了。哎呦，打不到，一下子打不到，真的难受哇！我这边因为没人走中，我就走中来了，但是碰到甘卓拉嘛，我的天，我打不到他，我这边再来搞一下，试图一下，哎，走，打扰了打扰了，哎，凡尼飞过来，因为他那个不停的在放一技能的嘛，因为他肯定要放一技能，他不放一技能就清不了兵，他不可能只用普通清兵，他只要一技能放着，他就能一直保持着自己在一个高移速的状态。这个我在前面英雄课里面说了，哇，技能就算提前开起来，我一次普攻都打不到，哎，凉了，走了，一次普攻都打不到，
就只能一个一技能一个伤害，那根本就是没用的。然后但是你肯定想，刚刚可能细节不知道有大家有没有看到，就是我每次都是等他二技能交掉之后再跳过去试试看能不能打，如果他二技能再守我跳过去简直就找死，就可能自己就死了。别看艾德拉是个辅助，他前期伤害还是很高的，但试了几次没办法，没来拆个塔吧，艾德拉可能走了。哎，艾德拉到上面去了，他们中路可能也没有人吧，跟我们一样，又派了个安图拉。哎，这边打掉一半血走了。我、哦、刚才说什么来着、哦、怎么样加强弗雷亚对吧。首先呢，一技能可以加比如说半秒钟的眩晕，或者说加一秒钟的减速，这个是一个可以加强点。还有一个就是我想的比较好的，就是他不是有三个球嘛，但是其实呢就你前期这三个球可能还有点伤害，但到后期根本不会去顾那个在意这攒不攒球的事情。这边攒一下这个大招开起来，加个石化再平 A。 哎呦我真的难受，我已经尽力了，我所有技能都打出来了，就所有控制都没有浪费，就等你一个控制没了之后再交了另外一个控制，所有技能普攻你都打到了，但是秒不掉啊，秒不掉之后他就开个加速就跑了，就追不上了，没办法。这边花火你死了，哎美滋滋。 哎这边我们绕一下，这边野区简直就是凡尼天堂，我们这边看能不能拿不到，冰女就直接死了，没关系我们再过来，凡尼应该不敢来飞我，他应该没拿。哎哥哥啊，姐姐不是刚才做错了，这两个风筝流的，哇你们真的是啊。哦，我说了这一把对面好像是五黑，就我刚刚匹配的时候看到了头像是一模一样的，就五个一模一样的头像，有点害怕。这一把我们是两黑，就是我和 VO 和这个冰女，就其他三个人都是路人，对面是五黑。然后一开始看到阵容，哎好像还不错对吧，就两个辅助都是脆皮，但是现在看来好像不是这么回事儿，就完全不是这么回事儿。我这个安卓拉和这个叫什么拉菲尔我都杀不了。这边哎这边你可以死了秒掉，可以啊。安卓拉小朋友出现了一点走位上的失误，我配合上凡尼就把他秒。这边我和冰女换个线，我到上面来，不然我打中路实在有点难受。弗雷亚还是不建议打中路的，手短，而且弗雷亚打那种刺客打忍者这种或者打蓝斯都不怕，中路都不怕，真的。我有一次两级单杀对面忍者，但是精彩片段的话就已经挺多了，打够了。哎，这边花火我觉得我可以秒他一波，大招石化再见。哎，被你过来抢了个人头，没关系啊，你看花火前期伤害就很低，要你打我一套打到半血一下怎么样呢，就是秒你不讲道理。我现在装备就应该无尽对决没出来吧，这边安卓拉不知道杀不杀死。哎，他走了，他应该清完兵走了。哎，我刚刚是不是没说完，一直讲说这个弗雷亚加强的问题，他不是有三个球吗，就一开前期你可以攒一下去打对吧，可以多两个伤害，后期你就根本不会管。其实我前期也没怎么管，虽然说我是这么跟你们说的对吧，我说你们攒一下球对吧再去打，这样伤害可能会高一点。这没错，这句话是非常正确的，但是我有时候也不一定会按我说做，这是个问题。因为他这个球的收益真的不是特别高，我这边直接大招开起来配合冰雨带走了直接。所以说怎么样能够让弗雷亚这个被动他有所用处呢，比如说你一个球碰到减速 30% 对吧，两个球碰到就减速 50%， 三个球如果都碰到了可以眩晕一秒钟。哎，这样的话弗雷亚就可以达到一个就比较就一个有强度的，就可以基本上达到 T3 是肯定可以到 T2 的话还要看具体，就是这个如果能加强啊，如果能加强的话啊，我待会儿跟那个我认识的那个官方人员反映一下，看看我不知道我的提议有没有用，有用的话我就真的很开心，但是不一定有用。哎，这有个大东西啊！哎，我感觉这个石头人有点脆啊，他出的是什么？
这边凡尼 A 一下 A 一下 A 一下，交个实话再 A， 但是我感觉 A 不死，这边他可能，哎，好，可以，我们凡尼把它收掉了，那问题还是不大的，对吧？就这个球加一下有减速，然后三个球碰到之后有眩晕，这个安卓拉肯定是死，跳过去带走，哎，又不是我的人头，就喜欢抢我人头。然后三个球有控制的话，这样大家就会利用起这个被动，然后攒完球他就打你，就可能会再一下。这样的话就是对于这个弗雷亚本身英雄强度，他并不会加强很多，只是加强了一个操作的可玩性，是吧？你不攒球的人，对吧？像我目前也，其实我也每次跳过去，我也不管我身上有几个球，有人我就上去杀，因为就三个球的伤害真的并不是特别高，所以就根本不管他。对吧？但是有了这个呢，有了攒球意识的人呢，弗雷亚就会变得比较厉害。但是没攒球意识的人呢，还是跟老样子，就不会让这个弗雷亚的平均强度就变得很强。所以说，我觉得这个想法是不错的。我待会儿跟他们提一下，不知道有没有用。就算有用的话，也估计挺久之后。哎，晕，哎，用不到。不过这凡尼不是还能打到一下，哎呀，我这边我感觉我要凉啊，这边我估计二技能好了，大招反手，哎，游戏里面的两个最强减速都在对面，就是安卓拉和这个拉菲尔，被虐死了，头疼，这个凡尼在这边一飞四，哇。飞得不错哦，死了，哎，我感觉不是很好打，不是很好打呀。一开始我虽然看对面五排，啊，对面五匹，五人匹黑，五人开黑匹黑，这个难受了一下，但是看到对面两个辅助又开心了一下，但是现在又难受了，这两个辅助可以完全针对我，这个搞不上人，走，然后还有个石头也是免控的。花火也是免控的，我也不知道能不能秒到这花火，因为第一次一技能就拉不到，对吧？然后就看第二次不过能不能打到，就头疼，就只能靠一技能跳过去的时候瞬间开启大招，先把他那个被动护盾给打掉，然后再 A， 也不知道可不可以，到时候找个机会吧。现在还没有跟花火对上机会。哎，这边好像 VU 也被包了，看一眼。哎。来包我了，兄弟先，哎，这是个什么？我应该是半路把他截下来了，开心。我们这边清个兵，他们那边人我就不去杀了。这边一个炮车125块钱，对吧？你一个人头才多少钱？我觉得也就200以下吧。那你是四五个炮车，这边好像有四个炮车吧？这钱我比你的人头多多了。所以说有时候看起来人头数为什么？啊，为什么比人家对面比我们少，但是人家经济比我们高，有时候也是经常发生的这种情况，因为人家注重于清兵推塔，对吧？塔也是有钱的嘛。这边拉菲尔看能不能，哎，打到了，再见。哎，我们先绕一下，这边兵女个大招不知道有没有打中，这边凡尼我感觉，哎呀，跳不到，难受，走了。我们来打这个石头，掩护一波，哎，冰住了，这边走打你啊，现在他好像有点肉了，再打。跳过去石化交一个再打，我感觉安卓拉来了，打得不错，这本来死了，安卓拉套上来又给了个护盾，那没办法了，感觉这把有点难受啊。我要秒的话肯定是找他们花火秒，但是花火就第一时间不一定能秒掉，其次是刚刚团战的时候我也没发现花火，就花火最后才来。我先是把那个拉菲尔秒掉，那到嘴的天使在嘴边我不至于不吃吧，对吧？凡尼说 summon build anti lifestyle， 就是要我出这个想象，要我出这个夺命，其实最好是冰女出。哎，这边我感觉，哇，这边有点爆炸，
刚刚那个因为石头人有那个一技能的免控被动，冰女冰冻没冰到他，然后就炸了，石头人撞进来，然后凡妮贴墙飞，刚刚那一波我也没处理好，这波节奏有点大，感觉有点凉，这边凡妮又开始一飞四了，一飞五 啊花火不在，花火在下面，一飞四，这四个他们四保一了。哦，对面有个凡妮三保一，三保一，这三个辅助是真的头疼。我想一下要不要出那个就夺命，因为对面就对面大奶没有，但是小奶不断，有两个小奶对吧，奶爸没有吗，奶爸是大奶，奶妈和安卓拉都算小奶，然后花火吸血问题的话并不是很严重，因为我能把它秒掉就不会让它回上来。你们想一下，我反正先把这个，哎，我先出什么呢，要不先做那个防御的夺命要做吗，先夺命，我先做夺命，夺命把那个绿刀换了，然后再做那个末日女王之翼吧，就这样先做夺命，把夺命做出来又有点攻速加成，然后他们可能在打这个，啊，没在打，花火出现了，应该没在打那个领主。这边花火我看一下能不能秒啊，这边花火好像就一个人在这边看，哎，我感觉是，我试试看，阿锦能跳下去大招，哎，可以秒，哎，这边是没助攻的对吧，刚刚是我一个人的伤害，就我一技能跳过去之后就大招，瞬间大招伤害非常高嘛，瞬间把它盾破掉了，然后石化再按一下就接下来普攻就可以了，哎，不错不错，那这样的话我有机会可以秒这个花火的，那我就问题不大，我觉得团战的时候再秒一波花火就可以了，他们后面输出的不够，这个凡妮的话就交给你们对吧，凡妮飞进来让冰女冰一下啊，这边我夺命出来了，哎，这边节奏很大，花火先秒，你们团战就没输出了朋友，哎，哇，我走的是真的慢，我感觉减速被挂了好几档，哎呀，不准你们，你们去追吧，我走了，我走了，我去下面清兵了，看一下这边领主可不可以打一波，你打一波领主吧，我觉得他们应该没那么快来，花火先复活应该是清兵的，莱洛克跟我一起打，莱洛克没大啊，这边大招开起来，最后几下秒秒掉，哎，安卓拉来了，不过应该追不上啊，可以，安卓拉你要死，你要死，你死，你死啦，可以，哎，这边哇，这花火盾有点厚啊，不管了，先等一下，先等一下技能，啊，他们好像把花火杀了，那行，就是你没有二技能的时候不要进去打，宁可把队友卖你都不要进去打，因为你进去就是送死。因为我刚刚没有二技能，我就先选择撤出来，就进行清波兵或者打个野。但等我打完野的时候，发现花火已经死了，呵呵，花火已经死了，那就行。现在我们局势又稍微好一点了，这边偷个塔，他们应该来不及。凡妮过来了，偷完塔，那再清个兵。二技能看一下，哎哎哎哎哎哎，走。哎，美滋滋，主要是刚刚打领主前我秒了一波花火，居然可以把花火秒掉，那还是挺不错的，花火秒了之后他们就一波爆炸，然后就打了波领主，现在节奏有点舒服，哎，大招跳起来石化秒，哎哎哎，没关系，浪费了个石化了，我刚刚石化的瞬间他那个一技能被动开起来了，就石头人一技能拎起来的时候贴着墙他是免控的，本来开始按的时候打算按的时候他没开，按的时候突然按起来，浪费了一个石化，不过问题不大，我们就假设它没开对吧，哎，这边花火看一下，你要不要再往前一步，算了，走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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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他就去推中塔应该不会出来，哎，这边我和冰女等一下看能不能等到人，这三个球在这边转对面是看不见的，哎，这个凡妮，我靠，哎呦，走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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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没蹲到人，就王者荣耀里面有个叫东皇太一的英雄，他也是三个球绕在旁边，然后蹲在草丛里边是看得见的，就很傻逼，去抓人的时候蹲在草里就看见你三个球在这边转，不过弗雷亚他是看不见，还不错。
上面清个兵，下来。这边兵女手上被动一直攒着，他们上面应该回来清兵，哎，但这边没看到，哎，花火在这边啊，追不上。我们反正只要盯准盯牢花火就可以了，别的问题不大。这边我经济还是挺高的。这边我们两路超级兵已经打来，就是一边领主就彻底就，这边我们想一下，哎呀，走，打扰了，哎呦，我的天哪，刚刚没处理好，打扰了，太膨胀了，太紧张了，其实太紧张了，就因为把这个花红秒掉就成功了，刚刚技能交早了，实话交早了，没空到。哎，我现在又没石化了，没石化就不一定秒掉这花了，要等好几秒，头疼。打起来啦！哎，这个我进不去，我必须要等这个石头人强弄掉，不然的话，哎，这边，没收到头，我们打个 buff 打掉，因为我一技能过去之后只能跳个墙，你知道吧？这边我们看一下大招开起来，哎，我可以把这个石头秒掉。死！这边安吉拉跳过来，哎，头疼。就一技能跳过去，就只能跳个墙，就不能跳到输出身上，然后接下来就只能被分针，所以说跳过去就送死。所以说我没选择跳，想等这个绕一下的话，还不如等这个石头没了，还不如等这个墙没了，所以说我就等着了。但是等着的情况呢，队友好像就死了，所以说没办法，真的没办法。但是你比如说你是一个别的战士，是马尔提斯速断位移的，可能就上去了，因为马尔提斯肯定是带闪现的，对吧？弗雷亚就不推荐带闪现，如果刚刚带闪现我就直接上去了，但是你带闪现可能别的情况下就可能秒不掉花火了，没有石化的话，就这么个意思。这个技能我刚刚也强调过，就是对面有战撸很强的英雄就比较多的战撸型英雄带振奋啊，比较少的多的分针流的就可以分针你的就带石化，像这把拉菲尔加卓拉不带石化头都要被打烂。这边我感觉可以秒波这石头啊，安卓拉不知道大招还，哎，打扰了，哎，现在有点烦了，这边是想一下出绿刀吧，凶一点，反正我只要把花红秒掉，我任务就完成了，一换一也不亏，因为我们这边输出很多的，我们五个人都输出，对吧？我们五个人都输出，我现在才发现原来我们没有肉啊，我感觉我是最肉的了。然后这边我们先秒一波领主吧。对面应该没来，兵线都过去了，好，问题不大。你看这个弗雷亚就开大之后特别好看，特别帅，看一下你能不能秒过这个天使啊，直接爆炸，不过他有个复活甲，哎哎呀呀呀呀呀呀，没关系，我们接着开石化安起来，哎哎哎哎，带走，哎，花火哥哥我错了，算了，憋着吧，不能去秒花火啊，不能去秒除了花火以外的人，我就是要秒花火，但是花火一直在外面后面不出来就会有点难受，这把不好打，就打不进去。我想一下，我想出个复活甲，但是我不知道要换哪件装备，他们也没出那个就克制生命回复的，只有我出了，那我干脆把绿刀换了，我不要绿刀了，绿刀不要，做个复活甲吧。哎，可以啊，安卓拉死了，花火刚怎么也死了？哎，不错啊，不错。哎，我死的时候队友挺给力的，花火看我死了就开始浪了。这边他们不会这个领主清不掉直接赢了吧？就这边的时候有个细节是红药水吧，先不要买，就预购的。他这边右上角会显示出来，就团战一开打再按下，就是节省时间，不然你现在加强攻击力也没用，这是个细节可以注意一下。那花火复活了，哎，又有点难受，推不掉，找个机会吧，花火不死就很难打，我也不找不挠痒痒，心里不痒了，看到一个脆皮拉菲尔我也不上了，刚刚
虽然说把拉斐尔凡尼都杀了，但是花火才是这边输出最高的，因为凡尼到后面其实就没有什么恐怖。这边哎，这个石头，哎，这个石头墙挡确实不错。这边我看见，哎，右边兵线进去了，我觉得这边可以干扰他们一波，直接跳到花火大招石化。哎哎哎，右边兵线进去了，我这边复活甲可以再撑一会儿，没关系，死了没关系。这边右边，哎，不错，哎，这是一个推塔游戏，就是有的时候你的队友在偷塔，对吧？你队友在偷塔，或者你的小兵在偷塔。这个时候你就正面团战跟他们牵制住，哎，我还是 MVP， 团战跟他们牵制住，对吧？然后偷塔的人就很开心，啊，偷塔的小兵就很开心。虽然说我最后还是没找到那个花火，啊，不是没找到那个花火，因为安卓拉也在他身上，那个盾实在太厚了，打不破。刚刚我秒花火是因为身上就只有他一个人嘛，就队友不在，对吧？就把他秒掉了。那波秒花火也是整一个团战的，就整一个整一局游戏的一个翻盘点，就之后节奏就按照我们的来了。我们把这些辅助杀了之后，我们就打了个领主，然后整个局势就扭转过来。所以说，就是也是个游戏的速度吧，找机会秒脆皮，最后后面没脆皮的就跟他们玩兵线拉扯，对吧？兵线拉扯，把超级兵进去的时候，兵进去的时候跟他们在一边打团战，问题不大。虽然说这个赢的过程有点艰辛啊，但最后还是赢了。好，那我们这期视频呢，差不多就先做到这里。弗雷亚几个点给你们总结一下，一个就是振奋和石化什么时候带，对吧？这个我强调很多遍。战路型英雄比较多的带振奋，分支型英雄比较多的带石化。然后就是打人的时候，一二技能把它看成一个技能用，先开启二技能之后一技能再跳过去，不要一技能跳过去之后再开二技能，这样就慢了。如果两个技能中间有一个技能在 CD， 有一个技能在 CD， 就千万不要上。然后就是落地秒开大招，这个伤害也是很高的，这个要注意。然后就是啊，还有一点就是两套流这个连招打法，就是一开始你可能前期伤害不够，一套上去秒不掉人，那就先二一 AA 打完之后了呢，再二一三 AA， 这样肯定就死了，对吧？那弗雷亚呢，其实这英雄也比较简单，就这么几个点，那就说到这里了。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，拜拜。